何如云，很久很久不见他吧，好像这个名字很熟悉，可是好像没有很久没听过感觉。就是他之前拍了台语剧，然后呢长得也很漂亮，很秀气一个女生。不过呢，因为他在之前嫁给了一个饭店小开，那现在为什么过了八年没演戏又复出了呢？我们来听他怎么说咯。来就不见。花莲美伦饭店小开贵妇何如云今天为公事希望之钻复出拍戏。现在我也没跟花花讲，她曾拍多部名士乡土剧，是当时代表性恶女。九年前嫁给花莲美伦饭店少栋王敏琪，但婚后一年半，她老公就被抓爆偷腥，带两妹妹上摩铁。她忍下老公偷腥，积极修补夫妻关系。哎呀，还会王家生下两个宝贝。如云坐下来，对，如云坐下来，然后对，然后看着我们大家都有点怕她。他八年没演戏，再度复出，演犀利的女强人。我们这演员在动作片里面，是动作片吗？假的这样唱的。你们这是在彩排吗？怎么有看没有懂啊？我的先生非常的支持，他认为，如果我有什么没有完成的梦想，应该要去做。那吻戏可以拍吗？他知道不？他不会这样对我的，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反正他叫我好好的把这部戏拍完，然后不要担心小孩子他会搞定。哇，一个六岁，一个两岁，六岁快上小学，还好还有一个两岁的可以玩。主要是因为我老公说你孩子我照顾，不然我其实真的我也会放不下。我第一场就等了三四个小时吧，好开心啊。干嘛这样子？这是你第一次觉得拍戏很像。我真的，我是一个很没有耐心的人，我怎么可能坐在那里等三四个？不是在说你。苹果的新闻宝刀未老，宝刀。